六哥说他新进的 M4 比我的还要帅，开什么玩笑，走那你看看。六哥，把你新进的 M416 拿出来给我 look look。 没问题，发了没？我去，迷彩皮肤的 M416， 迷彩的枪身果然很帅气啊。巧了，你朋友刚给你零花钱，包装怎么花里胡哨的？我去，并联弹夹40颗软弹，这不得玩嗨了？5颜6色的软弹，看着都开心。全新下孤弹系统，现在不都这样吗？有什么可炫耀的？迷彩版的 M416 冲了吧你给我，这配色看着我很是喜欢，软弹呢依然是这么的 Q 弹，包装里呢就这么多东西。先看看这个背镜，满满的塑料感，竟然还写着16倍，这么扯淡吗？怎么看怎么像4倍镜，这个东西我才不用呢。橘色的弹夹，也不知道里面能抽多少软弹啊。软弹必须安排上，仪式感必须要有。我们先看它这个消音，一如既往的单薄，没啥可说的。这里应该是单发连发模式，这个竟然是假的，装饰品。网球拍也是假的，终于找到一个真的。弹夹释放键，这个不可能做假的，弹夹怎么出来呀？这里还有几个配件，3.7伏的电池，这动力肯定贼拉强。这声音不对呀，谁家装修呢？手电钻的声音。暗区突围的好友满了呀，这个礼拜六哪个大神带带我，只要你带飞，背镜随便挑，消音弹夹搞定。最后呢再选一个合适的背镜，这两个不适合，这个小家伙就不错。收藏了很久的四面点，怎么感觉有点大材小用了呢？你别说，这个搭配稳稳当当，效果不错，检查弹药没问题。启动连发模式，12颗软弹不够用啊。我天，这距离至少30公分，有点意思，卡弹了，再来。根本就打不动这个超级英雄，这个怎么说呢，居家把玩算了吧，可惜了我的四面点了，你我缘分未到，还是我的 MK8 香一点。